这边再传，头球攻门，这个球进了！我的天哪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！贵州恒丰智诚队完成了反超，萨图斯成为了球队的英雄。在比赛的最后时刻，也是比赛刚刚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，法图斯的这个头球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